廿六楼的邻里们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我爱人要拉走了，希望大家做好防范工作，以免受到影响，对不起大家了。120，然后120，然后120，我没办法，我怎么我活了这个年，死亡了这四年，我是活了你。1234我也打过了，110也打过了。我知道您都打过了，您看有结果吗？是没结果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考虑什么事情，李老师，我真的很无奈，我比你更伤心。您仅仅是一个家庭，我看到的是无数个家庭。你已经没呼吸心跳了，你们快点行不行啊？但等那个领导联系啊，我们也没了，我们任务人呼吸心跳都没了，你们明明有 AED， 为什么不借给我们呢？啥也不要怕，在家等我，别哭，我给你送去，别哭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你们的消防上连药都没有，你带着孩子过去，你遇见我们还可以帮你。咱们对，你们觉得咱那个地方能照顾好孩子吗？家里都照顾好的话，你们这放里面能照顾好吗？不能走，你们现在不能走。给咱买呢，在这忍呗，亮了不怕，咱就关键分不下去什么剧，知道吧？我问你，有生的羊肉汤吗？有吗？就给我这哈，没有就算了。我就说哈，你再尝就行。有生的就给我这，没有生的就算了。啊，我带回去吃，我带回去哄我儿子吃，我有个病儿子在家。看，他们都收拾好了东西。我靠，我们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哪里是法国的吗？你咋的？出事了？你这样吧，你坐公交车来，我给你开到，咱先下功夫吧，啊、哦。我老爸没回头，这住下了，现在在医院呢，转院转不了，我想回家，回不了。我要你养我妈，我要你养我，养我女儿。我不要二胎三胎，谁弄我儿子我弄谁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这样说话你能不能听懂？姑姑，我跟你说话能听懂吗？不能。嗯，送给你。我来送给你。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，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。别嘛，我抢了一个放送的单子嘛，商家打赏20块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不会有诈吧？别嘛，平静好，看见没有？我们出发吧，好吗？好的。老司机带你疯狂，带你飞，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，你吃饭了、用惯了，我不骗你，但请不要带走哦。去看的最远的地方，和你手足到了梦想，像从来没有试过往手。我不是这么想，我既然生下他，我肯定要负责任的呀，不负责任为什么要生他呢？对不对？他在都是我想过的生活。和雪花更坚持微笑，要暖的像太阳。妹妹，爸爸妈妈来了啊！爸爸
都还了解我，你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，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，你不服我但陪我却忍痛。解封了，成功了，解封了，解封了，解封了。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，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。